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真的是3年等一回，这个已经种3年了，终于开花了。这个是墨兰，四港水，这个是它的名字，四港水哦。其实呢，我对它有点失望哎。我很精心的照顾，这个是一直在我室内靠窗的地方。然后呢，他给我开一朵花，可能是2朵。可是我在想说，这个其他的应该开不起来的。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花苞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开起来。反正目前就是开这一朵，关键是没闻到香味哎，有一点点那种。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不是好闻的香味。对我，相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有点那种清新味吧，不好闻呢，跟那个剑兰的香味真的差太多太多了。还好它就是有叶意，比较好看一点。这个花梗这么粗，花梗其实算挺粗的。然后呢，我看见有四个花苞，为什么只开一个 A 呢？而且这个花苞好像是那种要，今天是第二天，昨天才打开，可能还不是打得特别开。可是我怕它掉，怕它小苞，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花友们，你们的墨兰也是这样子吗？是港水也是这样子吗？香味不好闻，然后呢？长得也那种奇形怪状的，来摸看看。如果这样子，啊，真的是长得真的是一般。不过呢，北加州本来对果兰就不是很友好的，因为北加州呢非常非常的干，夏天非常的干燥，空气的湿度非常差，然后呢，里面又开冷气。夏天呢，冬天呢，冬天是有下雨，可是呢，里面开暖气，所以呢，它的湿度根本就不够。这个就是我种了3年开了一朵花的墨兰。好，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